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沈英杰硬着头皮来到屠宰坊，想方设法说服野田组守在外面接应，他只带了岩井等三个鬼子进去动手。一场殊死血拼后，吴大鹏和岩井等鬼子都死了。野田一发觉被沈英杰算计了，急忙扑向屠宰坊，枪声爆炸声引来了新四军。贺子给野田义出谋划策，将小敏当诱饵逼迫沈英杰露面。鬼子离开后，沈英杰抓回已吓晕的戴穗昌，他决心孤身犯险去救小敏，如果自己回不来，要王莹务必将戴穗昌交给李参谋。沈英杰本想诱敌偷袭的打算落空了，只得硬着头皮跟着鬼子前往屠宰坊。鬼子这么快就得知了戴穗昌的藏身之处，这让他非常震惊。怎么办？那是屠宰坊。对啊，戴穗昌在里面。哎呦，贺子小姐都说了，天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过大日本皇军，当然在里面了。守卫有多少？守卫的人只有三两个，不过临近的院子里有一个排的兵令，只要一响枪，他们就会过来支援的。你说咱们这么多人目标太大了，我估计啊还没接近屠宰坊呢，肯定就被发现了。这次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抓住戴穗昌，但是不要再惊动敌人了。嘿呀，你说的太对了，千万不能惊动他们，要不然一旦打起来，戴穗昌趁乱跑了，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看这样好不好？老子带两个人进去悄悄地干掉戴穗昌，你们呢就在外面接应，万一敌人的援兵察觉了，你们一定要拦住啊。啊，よし兄貴、俺に任せて。岩井、二人を連れて一緒に行け。はい、お前ら俺に付け。はい、はい、等一下。你的枪声没有那个，交给我吧。啊，对对对，哼，みんな行くぞ。行くぞ。岩井。はい。任務果たしたわ。すぐ帰ってこい。まだまだすんな。はい。終わった後。うん。やつを殺せ。うん。小吴啊，你这闷闷不乐的有心事啊？哎，我是担心沈科长，也不知道他回不回得来。你说沈科长啊，他怎么了？他要是不回来，地窖里这口汉奸怎么办？入ったから。俺の命令に従え。敵を騒ぐな。はい。哎，给老子听着啊！守卫屠宰坊的两个人是老子的兄弟，由我来招呼，你不准伤害他，要不然别想找到戴穗昌啊！你得敢威胁。哼，老子就是威胁你啊！要想干掉戴穗昌，必须听老子的。
要不然，老子叫援兵来拼一场，谁都捞不着好。哟西，只要能消灭戴穗生，那么一。自己人，自己人，他们明明是鬼子。对啊，他们是货真价实的鬼子，但是老子已经答应跟他们合作干掉戴穗昌了。跟他们合作？你叛变了？哎呀，老子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了，咱们就陪他们好好的玩一玩吧。啊，我的孙子，快搜戴穗昌在哪里。你们贺子小姐都说了，戴穗昌藏在地窖里。你扣今入ったんだ。万事順調。逆殺が始まるよ。地の匂いを聞いたぞ。把地窖打开。沈科长，这听老子话，把地窖打开啊。戴穗昌，死期到了！鬼子！
什么事？正午屠宰房，鬼子偷袭。鬼子偷袭屠宰房，为什么？不知道啊。老蔡，集合队伍，出了走。通知张连长带队伍跟上走。是。大鹏，董师傅，看看他身上有没有手雷。 飞刀，老子的杀猪刀也能飞！陈大哥，你快走，我掩护你，不行，你在带队上走，我掩护你。快走啊！只有你能保护带队上，我没那个本事啊！你快走啊！别哭哭骂骂的，误了大事儿！快走啊！
大水上个西丹尼，伢子我殺死！哎！啊！老大棍，打么啥来着？带水上到哪里？ 让他们给跑了！快点，大家快点！老大哥，敌机总应该来了，行吗？走。 野田君，野田君，こうすると邪魔になるんです。抬走。 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鬼子为啥投去这儿？是沈科长带着日本鬼子来的，他想，他想，他，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 这个沈英杰原来他勾结日本鬼子叛变投敌。俺也听说，这人老师果然可是心地善良着呢。还就这么着没了，赶这么急，咱们要去哪里呀？去救老子女儿。啊？什么？救奴的女儿？对呀，老子女儿被鬼子抓去关到矿洞里了。 必须赶在鬼子撤回来之前把他救出来。农子松，咱们要去鬼子的虎狼窝。对啊，不去那儿怎么救我女儿啊？哎，先生的，农的任务是保护俺的，能不能损害俺俩的利益啊？需要农女儿的。你的利益？老子拜托你啊！为了保护你，老子现在已经被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你要再唧唧歪歪，信不信老子废了你？哦哟，俺俩本来是要去重庆的。
根本不想来湖山，是你们硬把阿拉绑来的。如果能嫌阿拉麻烦，不如把阿拉放了啊！只要阿拉一走，你们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你想得美啊！现在放你走，老子就更麻烦了。走，快！李参谋，从现在看来，沈英杰原来把戴穗昌藏在了屠宰坊的地窖里，所以他带着鬼子过来抢人。既然他已经投靠了鬼子，戴穗昌就肯定保不住了。你看我们要不要？这事儿事关重大，得请示黄司令。张连长，赶快给黄司令发报，就说沈英杰已经叛变，戴穗昌下落不明，请首长指示。好的。肖子平，我现在命令你代理保卫科科长，首先要稳定住大家的情绪，不要因为沈英杰的叛变而自乱阵脚。是。同志们，眼下形势非常严峻，沈英杰已经把戴穗昌交给了日本人，但是只要没有证实戴穗昌被害，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把戴穗昌夺回来。是。张连长，鬼子得手后一定是尽快逃回苏城，调集所有部队把住所有要道，特别是水路要严加排查。明白。哎呀呀呀呀，好可怜呐。来来来来来，买俩馒头去吧。啊，真不知道年轻时候造了什么孽，现在成了要饭婆喽。先生面带晦气，说话刻薄，怕是会有血光之灾。哦，借刀杀人干得漂亮。不过戴穗昌不是你杀的，你的酬金我只能给你一半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戴穗昌还没死呢，你就想克扣酬金，死的就是你，死的就是你呀。什么？戴穗昌没死？快点，四哥子，阿拉跑不动，他这么辛苦啊。不能歇，得在鬼子回来之前赶到宽洞去。哎，那不行，阿拉不走，阿拉要撒尿。撒尿？你撒尿？你什么时候撒尿不行啊？你偏要现在撒尿，你尿怎么还那么多？弄把阿拉的尿都踢出来了。哎呦，踢出来了，快点吧。这尿壶尿你还口？你快点。王莹，你在干什么呢？赶紧把裤子提上啊！又不是长得多好看，耍流氓啊！是耍流氓，明明是他骚扰我嘛！你转过去，太悲催了。狗男女，让阿拉撒个尿都不安生，还尿了一身，这么狗吗？王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参谋对你的误会很深，我想找到你，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琢磨你一定会去救小敏的，鬼子这两天一直在凤头岭出没，所以我就找到这儿来了。哎，这太危险了，你万一碰上鬼子怎么办？只要能找到你，再危险我也不怕，刀山火海我也愿意去。不过你来的正好，我拖着这么个累赘，正愁着怎么去救小敏呢。你说我把他藏起来吧，我又怕他逃跑了，正好你替我看着他。沈科长，你还是跟我回去跟李参谋说清楚吧，人多力量才大呀。哎呀，我现在回不去了，再说了，
就算是回去吧，那时间也来不及了。等我跟李参谋解释清楚了，那黄花菜早都凉了。沈科长，你这样太冒险了。你既要保护戴随昌，又不能让他逃跑，还要救小敏，既要和鬼子斗，又要查出内奸，还要提防自己人的追捕误会。你一个人单枪匹马，自己去做这些，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不可能完成，我也必须要完成啊！要不然关书记、小文、狗师傅、大鹏，还有苏城地下党的同志，全都白白牺牲了。沈科长，王莹，你还是回去吧。告诉李参谋，老子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新四军的鬼，他看到的全是假象，真正的内奸不是我，就在他身边哦。走。沈英杰，我跟你去。跟老子说一声好不好？哎呦，那我以为阿拉想绊倒啊。行了，别害怕了，是蝙蝠。啊！吓死我了！哎呀，有我在，害怕啥呀？嗯，看什么看？快走！哎哎，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行。你少废话，走。你慢点儿，这我慢点儿，你靠在一起。哎，快点，打开。我去救小敏。你们两个就给我躲在这儿。沈科长，你放心，我一定会牢牢看住他的。能疯了？能把阿拉引到小鬼子的窝里来？这是自投罗网，晓得吧？哼，就你这智商，怎么混成政府官员的？就连我这么个人都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小鬼子绝对不会想到，他们费尽心思追杀的人就藏在他们眼皮底下。哼！哦，对了，老子警告你啊，这洞外面到处都是追杀你的小鬼子，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要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谁都保不住你哦。沈科长，阿拉真的好害怕，这个洞阴森森的，就像活棺材一样，阿拉要出不去怎么办？出不去就对了。省得出去害人。那我走了。沈科长，要小心。王莹，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如果这次我回不来，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戴随昌，把他带回去，交给李参谋。至于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无能为力了。再见了。哎，能把手铐钥匙留下，那我倒霉死掉了，阿拉怎么办？哎哎，你这个乌鸦嘴。
どうだ、今日は酒を飲んでいる。俺たちは見るのは人、俺たちは見るのは。そうだ、組長が我らに教義を尽くしたり感心したぜ。あの鶴子お嬢さんは昔のたさんの後輩だって。のたさんのこと好きらしい。鶴子は大した非道だぜ。野田さんは相手したくないよ。そうだ、岡村中佐の愛人と聞いたが、中佐はすごいだぜ。内部でも重視されてるぜ。あのような綺麗な美人さんを一緒に寝るを、みしみし死んでもいいんだぜ。ほらほらほら、ネズミだ。捕まってか。どけ。俺にやらせろ。罗大君，사케노크도와신인제노케카쿠도모무스메노타메니야다쿠노데스하지메데신인제오미다토케요강가알와테크와이테케데스시가시달루데무자쿠딩글로신인제노자쿠딩와카레노무스메다무스메상니감정가까이다카라무스메오츠칸다라所得権を掴んだと同様、もし娘を失うと戴水昌暗殺ことは失敗するわ。早く鉱山へ戻れ。沈雲剣の前で中島家、福岡ではとっても有名だよ。俺は千里馬白年へ三度所。すごい、中島さんはすごい。石ころじか、月の上に立ってば地球持ち上げるだ。貴様、なんだだ。ほら、中島さん、中島さん。
ごめんなさい、中島さん。你是来救我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来，快跟我走。中島君、俺たち酒を飲もう。うん、酒もういいよ。ワグナーでか、ほう。ワグナー、どこ？俺のワグナー、分かってか？ワグナー。うん。いや、俺たち飲もう。飲もう、飲もう。花姑娘，
小敏，别任性，快起来。我估计这个矿洞一定有另外的出口。爸爸，你抱我。这么大的姑娘，爸爸抱不动了。你不抱我就不起来，让鬼子抓去好了。哎呀，爸爸拜托你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不能任性了。哎呦，你屁股下有蛇。快走快走走。나가지마군거미지자나이미타이다나나가오늘도한대와마치카이드나이다오에爸爸，这不是刚才的地方吗？坏了，咱们又绕回来了。啊，快跑！야자로거거는이런데요아아그왜아그히스카도요다저거나이라시나요당슬로나하야구到现在还没回来，会不会被小鬼子杀死了呀？你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哎，说这个姓沈的为什么这么亡命？啊，是为了升官发财？好像还轮不到他。为了女人？犯不着。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当汉奸了。哎，对了，哎，阿拉看那个姓沈的处处护着你啊。你们两个眉来眼去的，倒蛮般配的啊！你再胡说，小心我抽你啊！爸爸，没路了！闪开！小敏，对不住啊，我没保护好你，辜负了你爸爸的嘱托。你就是我爸爸。听你这句话，我死都值了。
小姑娘，到站了，下车吧。老大哥，我来了，我马尼亚岛啊，亚次娃马达尤罗哈斯达。小哥子，嗨！李参谋，部队已经封锁了通往苏城的所有路口，正在盘查可疑区域，至今没有发现鬼子的行踪。奇怪了，鬼子得到戴遂昌后。一定是尽快逃回苏城，不可能节外生枝，在湖山逗留啊！我看，能不能请苏城地下党的同志，请他们摸摸敌人的底细。哎，老关和小文都牺牲了，我们和苏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他娘的，沈英杰的叛变投敌，把湖山搅成一锅粥了。站住！干什么呢？范建特派员要见你们长官。报告，有人要见首长。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苏城特派员范建，哈哈，来头不小啊。什么特派员？我看就是特务，老是给我们捣乱。他要干什么？报告领导，他昨晚找过关书记，拿着一封官文，非要把戴遂昌给带走，关书记坚决不答应。让他进来。是。听说你们关书记死了，那这里今天谁负责呀？这位是我们司令部派来的李参谋，你有什么话跟他说吧。哦，李参谋。走。李参谋，本人范建。奉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之命，前来湖山提拿汉奸戴遂昌，请你们把他交出来。你说急了吧？处置汉奸，人人有权有责，我们为什么要交给你啊？戴遂昌不是一般的汉奸，他是汪伪的要犯，不能由你们随便处置。哼，怎么处置，得等黄司令亲自审问后再做决定，你不用费心了。好。我可以等你们黄司令的决定，但是现在能不能让我见一见戴遂昌，以便向顾司令禀报？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据我所知，戴遂昌已经被你们枪杀了，对不对？胡说八道。如果没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呢？哼，那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戴遂昌和你们早有暗中勾结，并且有不可告人的黑幕。你血口喷人，我警告你，像戴遂昌这样的重要犯人，如果你们敢把他悄悄地暗办了，哼，这说明你们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如此产生的所有后果，你们必须负全部责任。哼，你还倒打一耙，来人呐，给我赶出去。是。哼，姓李的，我要到顾长官那儿去告你。随你便。特派员，怎么样？这帮土鳖太嚣张了，他们敢不把您放在眼里？越嚣张，就越能看出破绽，说明他们心虚。我估计戴遂昌已经不在他们手里了。那他在哪儿呢？难道被日本人抓去了？被日本人抓去，戴遂昌死了岂不是更好？一死百了，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就能回去了。不不不不，在没有确切结果出来以前，我们不能走。啊，对对对对，领导考虑问题高明，带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少废话，快，悄悄的去把安城给我找来。啊，是。李参谋，那家伙来者不善，我看他是不是闻到什么味道了？是啊，我们的压力太大了，戴遂昌要是抢不回来，这后果
不堪设想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戴遂昌究竟在哪儿啊？别动！你想干什么？阿拉饿了，想搞点东西吃。这能有什么好吃的？忍着。忍不住啊！平常这个时候啊，阿拉早该吃午餐了。不过啊，阿拉这个工作午餐比较简单，要廉洁，也就四菜一汤。有这个清炒虾仁啊，鱼香肉丝，酒香鱼脯，这个……闭嘴！外面这么多鬼子等着杀你呢，还想着吃？都怪阿拉知道的太多，这肚子里啊藏着惊天的秘密。王姑娘，侬要引以为戒哦。阿拉要告诉你一个人生的哲理，千万不敢有好奇心，好奇心太重害死人的。你如果知道了太多的秘密啊，就会成为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饭吃不香，觉睡不好，没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莫名其妙的遇害了。谁让你是汉奸呢？你要是没做亏心事，何必这么提心吊胆的呢？哎呦，哎呦，干嘛？阿拉要小便。忍着。忍不住啊！刚才吃饭要忍，现在小便还要忍，怎么能忍得住嘛？哎，你干嘛？去那边。好好好好，不能骚扰阿拉啊！我骚扰你，想得美。有秀未干的火魔丫头，还叫守着阿拉？阿拉秘书主任。一共戴遂昌，戴遂昌，快点探索！花が多くて、一つ一つ探すとありえねえんだ。这个狗汉奸又害我上当。
警察，嗨！喂，この警備課。はい。是英杰，我都要他一等等。知りません。 你想逃跑？沈英杰在哪里？说，快说！八哥，说不说？
是我劈了你！你都不说，死了死了的。 話しなさい。よいのかと聞こえます。織田君、落ち着きなさい。殺しでも何かだろう。こいつは我ら良いスノエスタです。奴を利用して、シェインジェを引き出すのだ。織田君、覚えて。大水昌をクロスのワニムだ。 神隠杰は邪魔者だけだ。大水昌を殺すのは行動の目的だ。指摘はどう思うんだ。まず神隠杰を殺す。殺した後、大水昌を殺す。岩井君の戦死か忘れられないか。でもこれで手を失うな。判断に AQ を与える。行動にも X する。 どう考慮する？判断があるのだ。女の指示がいらない。仲裁の約束を覚えてほしい。任務完成できないと結果わかるよな。大水昌、お前を捕まえたらバラバラに切ってやるよ。行け。 冷静点好不好？沈科长，对不起，我没有看住他。哎呀，看不住他是正常的，这家伙比泥鳅还滑，下次就有经验了。你怎么没有骂我？我为什么要骂你啊？啊，啥？都上，快走，快走了！啊，快走，撒吧，快走！行行行行，你安全了，沈科长。 我要救拉拉，老子拜托你啊！你小子逃什么逃啊？你还嫌自己死的不够快是不是？啊！阿拉以为没有几个鬼子能逃出去的。那鬼子是没几个，可全都是一顶一的高手。就你这熊样，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可是阿拉想去造范特派员，想去重庆嘛。阿拉为党国秘密做了那么多事情，阿拉是功臣。你死了这条心吧。 什么狗屁功臣，你就是个臭汉奸！我跟你讲，你既然呢不肯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老子对你也就不客气了。疼疼！你还知道疼啊？你看清楚了。 这个洞顶啊，随时都有可能塌下来，全靠这几根柱子在这撑着。你要是敢乱动，砸死你没商量。
怎么样，老子说的没错吧？啊，没错，阿拉不敢，阿拉不敢。沈科长，小米还在鬼子手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必须回去，把他救出来。王英，这个是手铐钥匙，把它藏到戴穗昌刚才坐的石头后面，啊！记住我的话，万一我没回来，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带回去，交给李参谋。嗯，我明白。萨克斯，嗨！沈英杰，沈英杰，我知道你在这儿。今天就做个了断吧，出来吧，见你的女儿。沈英杰，你看好了，只要我们吉野军的手轻轻一动，锋利的刀锋就会割断绳索，而你的女儿就会立刻粉身碎骨。我警告你，不要试图救她，我们在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你敢轻举妄动，你和你的女儿都会没命的。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乖乖的出来投降，交出戴穗昌，我们大日本皇军会饶恕你的。我现在只数三下，你要是再躲着不出来，我们就废了他。一、二、三。将军，沈英杰，我现在再数三下，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废掉他的另外一条腿。一、二、三。